这大玩意儿有没有认识的老铁们？张浩，大哥说十年弄的这狗，北京给他黄都不愿意给他翻，现如今也沦落到狗日了，看留着哈喇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张，目前专注狗市试牌，和顺便把粉丝带购。有好多粉丝问这里的宠物狗多少钱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，这里的宠物狗全部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淘狗永远不会便宜，我这阿张永远也不会转。有喜欢宠物狗的，有喜欢逛狗市的，给阿张点个赞，加个关注。好，由于时间紧，任务重，随着阿张的镜头，咱们一起进去逛逛，看今天能给粉丝淘到什么样的宠物狗。走起！看这一对二憨兄弟，看这非常的憨啊，但是看家后院一把好手，非常的帅啊，后边也非常的宽啊，爪子也非常的粗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里有一窝比格犬，这种狗在狗日也非常少见啊，头板可以，头板非常好看。一窝小蓝猫，这有多大呀？52的呀，这多少钱一窝？要完多少钱一个？要完嘞更便宜，要不完的。要完多少钱不？要完给800块钱。3个800。没。月纹太小了，主要害怕拿回家不好养。灰色太低，巧克力色的。你拿来一个我瞅瞅。都翻了。已经翻肥了是吧？这多少钱一窝？800。这个巧克力色来的，巧克力的600。有俩月没？一个半月。45天。呀，这小家伙好看，这多大了？2岁了。小体比熊，汉版的，人漂亮啊！等，看这毛量，颜值界天花板。等，麻花牛，这多大了？俩月。还没做一年的吧？打了五年班。这多少钱？一千一个。一千的皮箱贵了。奶油是博美，棒毛博美，2个月了啊，两针一面。咱们马上给粉丝开的病确认，看粉丝喜欢不喜欢。拿下一只棒毛博美，奶油色的，非常的稀有啊。郑州的粉丝，等一下亲自过来接，非常的漂亮啊。抓一个二哈，三把火双蓝眼的啊，非常漂亮，黑色的，广东的粉丝，直接给他拿下啊，等一下打包给他发走。给大哥约的顺风车啊，顺风车已经来了，已经接走了。宝猫博美，郑州的粉丝，新家相互把小家伙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